这是一款摇摆型不锈钢粉碎机，除底座不是不锈钢外，别的都是不锈钢的。这是定时器，这是指示灯，这是保险丝，这是烫刷，烫刷如果换烫刷，只要剥掉这个黄色标志就可以换的。现在我们来打一下大米，不锈钢的粉碎槽。感谢两瓶。摇摆型有200克、250克、350克、500克、1000克。200克、250克、350克是用定时开关的，500克和1000克因为功率比较大。这种粉碎机可以粉各种中草药、五谷杂粮、花椒、规格，只要干的硬的就可以，打得像面粉一样细，很细哦。现在打的是大米，大家可以看到大米像面粉一样细的。爱美的女士可以把珍珠打成粉当面膜敷哦。好，感谢大家。